池塘听歌瞻仰月光，水起飞扬，灯火微亮，青天漠然之上，转眼间思绪千行，举杯邀月长尽惆怅。红藤花落满客窗，染红了一地的雪霜，香路回了过往，却到不了你的身上。听远方钟鼓回响，看着老灯火通亮，燃指过往，谁在躲藏？至少那一袭白衣，爱似你归来，梦里花落红似海，摘一。带货的不实传闻，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相信哦。我想警告那些恶言对我的人，我希望你们可以适可而止。直播结束后呢，还有抽奖环节，奖品就是我今天的同款搭配。快，老铁们，赶紧行动起来，从头饰、首饰、高定礼服、包包到鞋子，一切都送。快买，买起来！大小姐，黑品太多。今天由我给您汇报这一季度的营业额，啊，是多少来着？怎么找不到了？卡在这么关键的地方，太不像话了吧！对不起，司总。小眼镜，大小姐，我在这儿。这次业绩下滑是因为受假货风波影响，想要平地风波挽回形象，近期恐怕很难做到。那是你的事情，不然你跟这种毫无价值的菜鸟有什么区别？别让我再看见他。大小姐，您下面的行程是去司总的 VR 实景乐园参加 VIP 的直播活动，高定礼服已经到了，直播同步进行。新品睫毛膏的成分已经报备给检疫部门了。哦，还有，董事长安排了一位相亲对象给您，25岁，颜强多金，才华横溢，是一位游戏架构师。没兴趣。眼镜怎么样？好看吗？好看。哦，VR 乐园那边
说让我们快点过去，我们要出发吗？直播福利是和我一起体验，家里有个游乐园是什么感受？你们看，这个郁郁葱葱的呢，就是南九站。这边大漠孤烟直，来往骆驼商队的呢，就是北渊境。眼前这座人文繁华、商贾气息浓厚的呢，就是东篱城。
妆娘。这是什么？用它能看见什么？您的未来。真了吧，看来老王姑没少花钱。哇，你是我的丫鬟，四大小姐，你怕不是热糊涂了吧？你谁啊？这位是胡家小姐胡莹啊，咱们不是刚刚都见过礼了吗？你又是谁啊？我们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姐妹啊。套什么近乎？谁跟你是好姐妹？这游戏什么审美啊，主角打扮那个丫鬟似的。咱们是来东篱庄书局参加侍女考核的。侍女？开什么玩笑。思妍，你别担心，我们一定会被挑选上的。嗯，挑选？我竟然沦落到了被挑选，什么鬼地方？我要退出游戏。喂，车里化妆还限时，这什么新手任务啊？思妍，你没事吧？都听好了，计划有变，妆容评级考核将在马车中进行，车内的妆帘里面备有足够的工具，一炷香之后我们就将到达驿站，届时妆书局的上工女官们将对大家的妆容进行评级考核。糟了，考核改地方了。不会吧？甲等，直升司事，随上宫研习；乙等，落为会试。除随上宫研习之外，还需担府内日常勤务；丙等，随各院发落，需以粗活为重。那丁呢？小小侍女，哪里轮得到你来发问？既然你这么想要丁，那等会儿就为你打造。我出发。哎呀，一炷香的时间画个全妆，一炷香是多久啊？你还愣着干嘛呀？什么呀，这哪个是粉底啊？这适合我的肤质吗？都没有个单品介绍说明的呀。结束了。
划有变，半炷香后我们就将到达驿站，届时不是怎么变成半炷香了呀？你这个老头出尔反尔，不行啊！不行是吧？来人，给我把他赶出东篱。思莹，你没事吧？你这是干嘛？时间还充分得很，你不必吃相如此难看吧？都听好了，计划有变，四分之一炷香后，我们就会到达驿站。糟了糟了，这个死老头！用这个吧，上色快。谢谢啊。这东篱府的装书局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靠着嗓门大就能进去的，否则再好的装瓶给他也是糟蹋了。啊，思莹，没事吧？我真的有点心疼微服私访的皇帝了，这马车怎么一点都不好玩？蓝淼妹妹，你看我这眉毛，要不你帮我描描？我想要个弯一点的，或者粗一点的也行，要不细一点。蓝淼，你是不是傻？他故意拖延时间，你看不出来啊？要你多管闲事，管好你自己。难怪被人欺负，要不说人设还行。哎呀，帮不得，帮不得，帮不得。那你帮我试试。感觉还差点什么呢？蓝淼，嗯，你把这个借我点呗。啊，哎呀，我的妆容正好需要这个，这是我先看上的，给我，拿过来。你给我，龚大小姐坐马车坐糊涂了吧？这妆盒里面的东西都是供大家用的，何为你的我的？再说我也是好心，怕这么一盒美物就被糟蹋了，你说是不是啊，蓝淼妹妹？哪个人给 NPC 写的台词？制造冲突也不能这么给吧？我这暴脾气。好啊，说我糟蹋，那谁也别想用。拿过来！放开！救命啊！这车不玩了。你好，思妍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这里不是威尔市井乐园，而是精神唤醒系统后台。哎，等等，你刚说的什么唤醒系统后台啊？四耀旗下的科技公司研发了一款用于植物人唤醒的游戏模拟系统，而您就是首批 PVIC 植物人系统的测试者。开什么玩笑，我又不是植物人，凭什么拿我做实验？一年前您遭受了一起严重的车祸，陷入了植物人的状态。你别瞎说，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您在离开威尔乐园后去了您父亲安排的相亲。听说你最讨厌喝酒失态的女人。唤醒系统为了让玩家更好地体验游戏，隐藏了部分不愉快的真实经历。我真的成植物人了，我已经躺在床上一年了。这个游戏是我爸开发的，
可以说是他为您量身打造的。系统设置了一系列的游戏任务，测试者每完成一项任务就能加强脑电波信号，只要获得足够的脑电波信号，测试者就有望在现实中苏醒。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在游戏里通关了，我就能在现实中醒过来？真的假的？你这游戏有退出机制吗？或者说我最差的结果是，如果不能成功刺激脑神经恢复，将会有大概率重回植物人的状态，您还要选择退出吗？伸头缩头都是一刀，我还有其他选择吗？首先从您进入游戏的初始界面选择开始，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的游戏路线。您刚刚试玩的是美妆大长今化妆大师路线，还有另外四种路线可供您选择，您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人设。为什么不分析玩家数据进行最优的匹配呢？您刚刚试玩的身份就是系统的最优匹配。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最适合当丫鬟呗？东离城作为天齐国最大的都城，是重要的贸易通商口岸，民风开化，以妆为美，擅长各种妆品制作和妆容研究。东离府内的妆书局代表东离城内的美妆最高水平，您选择的这个身份最终目标是要成为妆书局的最高上宫。从小侍女升到最高上宫，我就能醒过来了？哎，等等，那刚刚一马车的玩家都和我一样是植物人啊？目前这条任务线只有您一个测试者，其他都是系统内部的巨型角色 NPC。 那你是干嘛的？我是您的专属管家杰克。既然你是我的专属管家，那有没有什么通关秘籍或者特殊奖励什么的？对不起，这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祝您通关顺利。你怎么才来啊？我要投诉，你这个管家当的一点都不合格。思妍小姐，游戏除非玩家闯关失败，设定有两次暂停机会，可以让玩家选择是否继续。刚刚您无意中以 call time 是否要退出？游戏才刚刚开始，我连自己的人设、身份、背景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根据您玩游戏的大数据计算，您最讨厌解释说明，通常都会跳过。哎，我在这里跟外边能一样吗？你赶紧的。您原名阿岩，出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母亲是家里的姨娘，生下您后感染风寒去世。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受到奸人诬陷，开仓军粮库，被治死罪。这么惨？您机缘巧合被好心人收养，成为四家的七小姐。管家，那还有什么防雷剧情需要我知道啊？例如那个胡莹，作的，快让他下线吧，讨厌死他了。玩家人设，除非遇上特殊的 NPC 或特殊的事件，才可以晋级解锁。所以，思妍小姐是要继续吗？玩家只有两次暂停机会，建议您谨慎使用。第一关都过不去，谈何以后？好不容易抓到老子，在你们洞里就这待遇？哥们儿，歇着吧。你以为这是客栈呢？还有单间，这洞里这破地方，就这样，抠搜，肯定比不上咱们北渊豪爽。你是北渊人？这里不会惹人嫌疑吧？自有说法。你说的那枚棋子，那个蠢货细作已经是一枚废子了。少给老子套近乎，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想往上爬。是谁指使你假扮成胡商混进洞里的？说，
3年前东篱大败北渊，已经签订了盟约，为何要在这个节点派细作潜入？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主人，我尽力了。别演了，死不了。我没死，我真的没死。不是死士吗？身上又带着毒药，方才已经替换成致幻丸了。致幻丸？刚才已经死过一次了，还怕什么？我来东篱是为了去与神木见花魁。花魁？那你刚才说的主子是谁呀？是神木介绍不见外的七少主。恭迎七少主。七少主，今年的妆容评级由妆书局的最高上工崔上工亲自点评，这在历年的侍女选拔中从未有过如此高的规格。听说历届上工里面崔上工是最快晋升的呢。是吗？那他用了几年啊？崔上工也是从侍女做起的，大概10年吧。10年啊。恭迎崔上宫。想成为妆书局侍女，其妆容的基本要求是结合鲜、顺理整正，这几项也是今日考核的主要标准。是。上衣不净。丙碧梅，不洁，丙蓝淼。崔上宫，想你这次没有画好，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确实不好，你这妆容一半精致一半粗糙，极不协调。给你们的时间不长也不短，你们在府里必须学会高效完成。妆书局的侍女可不像其他地方有闲工夫慢慢画。蓝淼，一胡莹，你这眉毛是怎么画的？
怪异得很。我，对啊，这画的也太难看了吧？已经是这样，谁画的？不知道。你看看，是不是特别丑？这，他自己不知道，是你干的好事。现在马车不动了，正是我化妆的最好时候。哎，我倒觉得这个野生眉啊，特别适合你。你休得无礼，崔上公。我倒觉得这个侍女，除了眉毛之外，妆容还颇有雅正之色。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俩肯定有猫腻。罢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吧。胡莹，禀谢上公。老七怎么才换衣服？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去哪儿了？城中一处发生骚乱，儿子例行前往巡视。我知道你巡防营的公务在身，但是凡事也要分清主次。我听说蕊儿已经到驿站了。儿子知道。一会儿你先去珍宝斋拿了我帮你挑选的送给敏小姐的见面礼，然后再去驿站接人，把人接到议会楼。趁着在路上好好跟他叙叙旧，别辜负了我的一片良苦用心。是。听闻大少主从昨晚上就嚷着要去接敏小姐，得亏您先把当年敏将军和城主娃娃亲的定礼白玉妆奁送到珍宝斋留着，不然被他们半道劫了去。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这白玉妆奁姨儿也没见过吧？随二少主从战场上下来就没再识过人。只可惜这里面的庄和平白无故的少了一件。珍宝斋那儿找老工匠重新打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给补上了。希望腾儿能保佑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那个北元细作的线报你怎么想？小的就是个家奴，怎敢妄议正事？只是觉得这花魁之事难扯北元细作，更像更像什么？更像自己人泼脏水。七少主越来越像二少主了。母亲交代的事情儿子定会做了。细心一点，女孩子嘛总是希望旁人主动一些的。儿子告辞。思言，还有三分钟开播了，小眼睛，哎，还有三分钟了，来得及改装吗？来得及，金箔妆，你满意吗？那就这个效果，别打折。好。不错嘛。思言，这妆容真精致，这是从哪儿偷学来的？思言，不雅不正，
冰。不是，为什么呀？装书比赛比的不就是美吗？谈什么不雅不正啊？还说什么装书局是东篱城美妆最高水平？我看你们也太固步自封了吧！大胆，小小侍女竟敢如此口出狂言！我说的不对吗？评级为丙，不就是你们接受不了这种新的画法？难道是我画的太美不成？你说对了，评你为丙，不是我们没办法接受新画法，而恰恰是太好看了。梳妆最高境界是心要正，侍女更是要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分清场合。你的那些小心思全被你画在脸上了。既然比的是妆容，就应该就事论事，扯什么心术正不正啊。就算我是个混蛋，但美就是美，这点你总得承认吧。心不正，人再美又有什么用？让你们来是伺候主子的，不是让你们和主子比美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暗地里的那些花花肠子，以为进了庄书局就能接近少主，借机上位。告诉你们，别妄想着飞上枝头就能当凤凰。侍女永远是侍女。合着所有进庄书局的人都是为了勾引少主了？那崔上宫你也是啊？还搞这些，真的是直男设计。都听好了，女为悦己者容已经过时了，现在呢是女为悦自己而容。还有，想飞上枝头怎么了？有错吗？你们都不想啊？既然你对本宫有这么多不满，那我这庄书局也容不下你。来呀，把这尊大佛拉出去，让他打道回府。凭什么呀？走，我又没有做错。喂，放开我，我又没有做错，凭什么赶我走啊？喂，放开我。慢着，看吧，剧情套路又来了，总得有人英雄救美吧。真的要把假货发给客户，那四眼的直播间就……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答案的。哎，滚！闪过的白，我们能否重来？阳光折射湖面，倒影不在，烟火人间仿佛吹过人海。多少路人行程匆忙离开，落下沉溺裙摆。我闭上眼睛坠落大海，像落下晚风迷雾散开。无数个夜晚星辰落彩，情欲像你几分沉入云海。落日余晖是罪，落下雨尽于爱。宇宙穿越时空去未来，纷落海底尘埃，光年外已不在。
阳光折射无边倒影不在，烟火人间仿佛吹过人海，多少路人心肠匆忙离开，落下沉迷裙摆。我闭上眼睛坠落大海，像落下晚风迷雾散开，无数个夜晚星辰落在，寄予想你几分沉入云海。落日余晖谁在，落下雨惊雨爱，一场穿越时空去未来，纷落海里尘埃。夜晚星辰落彩，金玉想你几分沉入云海，落日余晖谁在，落下雨惊